Hello，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新的单元，单元十 Unit 10 Pentingnya keselamatan. Pentingnya keselamatan. 安全是很重要的。好的，小朋友们，那么现在我们来想一想，会有什么东西或者是什么标志，我们看到的就是不可以的标志，禁止的标志，然后他叫你不可以去做，可是你还有看到别人去做的呢？或者是什么东西，什么动作，我们都是要非常的小心，所以才不会让我们受伤的呢？好，接下来的生字呢，都会关于到我们的pentingnya keselamatan， 就是关于到我们的安全，我们看到的安全的重要性。第一个我们要学的生字呢是 dilarang， 它的 kata dasar 是 larang， 禁止是不可以的意思，就是 not allowed。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哈，这个照片来说不可以拍照，我们来看Kamu dilarang mengambil gambar di sini. 你禁止在这里拍照。所以当我们有看到这个标签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不可以在那个地方拍照哦。好，我们来看第二个 membahayakan。membahayakan 的 kata dasar 呢是 bahaya， 危险 ，dangerous 的意思。然后我们来看这一个图片哦，这个图片呢是说怎么不可以抽烟，那如果抽烟的话会怎么样呢？我们来一起看看。 Merokok membahayakan kesehatan kita， 抽烟会危害我们的健康，所以危害就是 membahayakan， 因为它是动词，所以它变成危害 membahayakan。第三，我们来看 menelan n 呢就变成 t 了，猛猎人还记得吗？啊，因为 t tiger 它跑很快，所以猛猎人抓不到它 t 我们就不要，所以它变成 menelan。 menelan 是吞 swallow 的意思。好，我们来看为什么会有这个猪，这个玻璃弹珠在这里呢？我们来一起看看哦。Jangan simpan guli ini di sini. Adik saya mungkin menelan, kata Irene. Irene 说不要把玻璃弹珠放这里，我的妹妹可能会不小心的吞掉它。所以玻璃弹珠也是一个危险的哦，如果弟弟妹妹还小，他们不懂事的话，可能他们就会不小心就把它吃进肚子里面了，好吗？接下来我们来看 berwaspada 的 kata dasar 是 waspada 是警觉，就是要小心，要看前，要看后，要注意 cautious 的意思。 kita harus berwaspada terhadap kendaraan di jalan raya， 我们要谨慎路上的车子，就是说我们要谨慎小心，要多注意路上的车子。第五个是 mematuhi， mematuhi 是发抖的意思啊，门爸爸不可以放屁，所以他的屁要丢掉，变成 mem， 变成 mematuh。 好， mematuh 是遵守， follow the rules 的意思，遵守什么？遵守规则。我们来看这个男生他在电梯里跳舞，其实不要在电梯里跳舞比较好哈。我们来看 ，sila mematuhi peraturan keselamatan semasa menggunakan lift， 使用电梯或者是升降机时，请遵守安全规则。对了，如果你要搭 lift， 乘搭这个 lift 的时候呢，我们要遵守规则，不要乱按，也不要在里面跳上跳下哦。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生字，第六个生字就是 German 就是小心的意思，它跟 berwaspada 是差不多的意思，所以我们来一起看 sila memandu dengan German，
请小心的驾车，小心的驾驶。是的，要一直提醒爹地妈咪要小心的驾车哦。好，现在我们来复习乌兰嘎吉。滴拉让，小朋友们还记得滴拉让是什么意思吗？有看到那个照片是说不可以拍照的意思吗？滴拉让就是禁止 not allowed 的意思。我们来看第二 ，membahayakan 的意思呢就是危害 dangerous 危险的意思 bahaya。好，我们来看第三 ，menelan。menelan 就是刚刚 Irene 说的，不可以把玻璃弹珠放这里，因为她的妹妹随时或者是会不小心吞或者 swallow， 好吗？好，我们来看第四个 berwaspada。berwaspada 的意思的就是谨慎 ，cautious 的意思，谨慎要多注意。要小心的意思。第五 ，mematuhi 是遵守 ，follow the rules 遵守规则。第六 ，cermat 还记得 cermat 是什么意思吗 ？cermat 是跟 berwaspada 类似的意思，就是小心 ，be careful， 好吗？好，小朋友们，我们的课就到这里咯，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